好了，耶、yeah! 好嗨，就是今天就是我们几个原本有在参与立院的跟一个新来的朋友，就是在讨论就是立法院表决的资料能不能更容易读，然后就是因为现在立委投票指南其实已经有帮忙爬出非常多的资料，但是就是因为像比如说表决大家都有关心，可是他提案的叙述其实很长，所以就是一般人很难懂，然后我们就在想说这个东西可以怎么样呈现让大家更容易懂，然后这就是一个故事，就是在之前选举的时候，就是谢坤他很焦躁不知道选谁，然后就来到立委投票指南，然后就看到就是他选区立委的页面的表决资料，然后就很长，然后他就选了一个觉得还算知道议题合适，就没想到选议题之后还是很长，然后他就勉勉强强的想说啊我还是继续看一下好了，然后就点进去提案看，然后但是还是看不懂提案内容，然后他说他当时的心情就是觉得说其实他大概知道国民党是反核永和的，但是他没有办法自己从这些表决资料看出这样的佐证，就是他想要去 verify 这样的事情这样，然后所以他说还是就依照自己心中的印象去投票，然后我们分析就是这个使用 case 就想说他其实有几个问题，一个是他的文字其实非常长不容易阅读，然后这其实也有一部分是因为他们在表决的时候他们知道这些案由啊会记录在公报上面，所以他们可能会塞入很多有点像是宣传议题的文字，比如说他如果是反核他就会说哦核能很不安全然后又很贵什么什么什么的，可是他要表决的中心议题是很简单的，就是我要你具体拟定评鉴核设计划像这样子，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像这一届的第八届它其实有很多表决是程序的表决，就是说这个东西要不要排入议案，而不是实际上表决说你是不是支持这个，然后这样的资料如果跟一般的立场混在一起的时候使用者也没办法在列表当中看到，然后第三个是说它有很多议题的 tag， 比如说它会 tag 说核四啊协商啊食品安全这些等等，可是因为它没有命题，所以就算我选某个 tag 说核四，然后看某个立委说支持几次然后反对几次，然后我完全不知道怎么解读这意思是什么，然后所以目前我们就是一整天讨论下来就想了几个初步的解法，第一个就是文字的部分是想说可以透过写作的方式然后让大家去就是去填写说其实这个议案是在表决什么这样子，然后目前是用一个 spreadsheet 的方式，哇好大，然后第二个想要把程序表决跟议案实际上立场表决分开，所以就做一个 filter， 然后第三个就是把 tag 改成有立场的命题，比如说合适的话其实就把它改成是续建合适跟停建合适，然后目前要初步做一个 markup，然后像比如说我现在要看马文君的话我就可以看到他比如说现在就是 只手动作了十个这样，然后可以看到历年来他有几次表决资料，然后我想看说哎，他停建合适的资料是什么，就知道说哦2013年他九次反对停建合适，然后点开之后下面就是每一个实际上表决的日期跟他投票的结果这样，然后点了之后呢就会看到立委投票本来原本的页面，然后就是更多详细的资料这样子，然后这个东西初步还有一些之后可能想说其实因为这我们目前只拿了一个议题来做，所以之后可能别的议题还会遇到其他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协作方式应该要再优化，就是 spreadsheet 不够可能还有一个更容易输入的界面啊，然后或者是要投票的功能，这样我们才能够 filter 说哪一个 summarizer 是比较好的这样，